紫微城，隋唐洛阳城宫城，隋唐五州帝国的大朝政宫、政治中心和国家象征，位于神都洛阳西北隅，始建于隋大业元年，一名紫微宫。自建成后，陆续成为隋、郑、唐、五州、燕、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北宋九个王朝的理政之所，存世530余年，是中国历史上使用朝代最多的皇宫。